6月28日星期六晚上，马可牧区伟信和嘉文小组在廖连红与林之仪夫妇家中联合举办了一场家庭福音音乐会，希望透过小豆芽的音符传扬爱的乐章，感动更多人听见神的爱与福音的甘甜。音乐会在嘉文弟兄带领诗歌敬拜揭开序幕。家庭音乐会不分资历与年龄，不论是独奏、合奏。都以喜乐和赞美的心演奏充满爱与感动的乐章，精彩无比，热闹非凡。哎，我们很喜欢音乐，我们学音乐的，然后我们妈妈小组也有很多姐妹，她们现在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很多朋友还没有信主。那音乐通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可以打开大家的心门。整场音乐会余音绕梁，弟兄姐妹不分彼此合一的线上，小组就和家庭一样紧紧相连，一同沉浸在深刻的爱与奇异恩典当中。这个教会啊，类似这样的小组，非常的温馨，那让我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感动。让我在这里看到家庭那种喜乐，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么样大的一个祝福。期盼神的话语借由美丽诗歌，让福音的种子深植人心，众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以上是马可牧区记者的报道。